件了哈。哎，请组长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件是什么状况？是，本案系本月三日18时47分许，机车骑士骑乘普通重型机车，行经本辖台尔丙线8.3公里处，与道路上架设之活动帐篷发生擦撞，造成骑士严重受伤，同车幼童也有擦伤，骑士经送医抢救，已晚间仍不治。本分局为求慎重，立即派遣建设人员现场进行采证，并通知相关负责人到场说明。全案函请基隆地检署侦办，后续相关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，由检察官调查厘清中。